南韩啦啦队女神风近年席卷台湾，多个球团都请来最强外援，南韩人气啦啦队员一个个来台，而南韩球迷最新职棒新女神是谁呢？是她。其在南韩以3-5爆红的19岁新星李珠莹，有着170公分的高挑身材，搭配甜美外形，被赞誉为美得像 AI， 更是李多惠和边河绿的学妹，是南韩职棒起亚虎啦啦队新女神。而台湾球迷也有机会能在台湾亲眼目睹李珠莹啊！富邦悍将队7月27、28日在台北大巨蛋举办 G-POP 流行音乐节，要来奇亚虎啦啦队来台同欢，其中就包括超新星李珠莹，将有机会在大巨蛋享受李珠莹来段最原汁原味的3-5。